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， 今次同大家介绍的是 Leica 的 Pocketbook。讲翻呢本 Pocketbook 咧，其实是由1980年已经开始有第一版噶啦，到而家咧有第八版的呢个 Pocketbook。咁呢个 Pocketbook 咧就记载咗咧去到2009年或者之为止嘅。咁 so far 咧就冇一个再新嘅一个版本啊。咁之前嘅版本咧就系、是有间出版社出嘅，不过嗰间出版社咧已经停止冇再出啦。咁而家咧就有呢、这个英國的 Red Dog 咧，咁就幫手出咗呢個第八版嘅，咁咧就喺啲譬如話啲字粒啊、啲打錯咗字啊嗰啲咧，就更正翻。咁相信咧嚟緊咧會有新嘅版本咧會再出嘅，而家期待中。咁講一講呢本 Pocketbook 咧，有咩咁好嘅地方啦？咁呢本 Pocketbook 咧，咁佢譬如話佢由羅斯基啦，1930几年嗰啲拉卡出嘅鏡頭咧，或者相機咧都開始有講。有記錄嘅，咁好似呢啲咁樣啊，羅斯基啊，我有講翻，佢出咗啲咩顏色啊，產量幾多啊，咩年份出咗幾多部啊，咁樣，咁譬如話去到 M 機啊，咁都冚棒有嘅，咁然後咧就後邊就有講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係鏡頭啦 ，M 鏡頭啦，咁啊由最廣角光圈最細。去到咧就光圈最大，同埋呢個最 tiny 嘅鏡頭啊，咁仲有R鏡啊，都係啦。咁另外仲特別要講一樣嘢咧，就係佢嗰個可以有一頁咧，真係要睇嘅。咁咧因為好多時咧，我哋會想知道咧，就係話嗰支鏡頭到底佢係咩年份生產嘅，咁想知道更多嘢，咁可以睇，淨係睇呢啲頁咧，已經可以知道咧，1933年咧。到到2009年咧，個鏡頭個範圍咁雖然咧唔係百分百精準啦，但係做一個 reference 嚟講咧係相當唔錯嘅。咁仲有咧就係話除咗鏡頭以外咧，會有相機啦，睇翻呢部相機係咩年份出嘅。你譬如話睇翻個 serial number 可以知道呢個相機係咩年份出嘅，係部咩相機，咁樣可以對翻啲嘢啦。咁呢個係幾有趣嘅其中兩個。小介紹，咁如果你話想擁有一本其實 OK 嘅，我哋係有得賣嘅呢部Pocketbook，咁如果你中意嘅話，上嚟睇睇啊～